我是老八，无脑说哈，恭喜发财，三星快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条哥。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有一样的疑问，那就是到底是什么人在玩铲子？玩铲子的意义在哪里？通过这个视频，我来告诉你答案。烹饪大师开局，第一个海克斯拿到魔神吉祥物，计划食魔神，最后老七出门。金锅锅开局，第一个海克斯拿到魔战转，计划九魔战横扫全场，结果还有两个大妮可没用，再次老七出门。冠冕开局，计划玩蛋糕拿三冠冕彩蛋，结果老四出门。三彩开局，天胡蛋糕海克斯，结果还是没能敌过四变五，惨遭鸡屁股。这一把更离谱，放着金锅锅你不拿，非要搞形态，三星乌鸦骑兵霜又是鸡屁股。金锅锅开局，计划食魔神，等到老八出门都只开到五魔神，这一把更难受。开局潘多拉，玩过魔神的都知道前期锁血难，经过整局奋斗终于十级了，成功地到最后一个铲子食魔神准备就绪，结果没扛住最后一波，直接老六出门。无独有偶，这把玩的也是魔神，结果也是老六出门。这把坑人大师开局，可惜老天爷不赏饭吃，没给魔神文章海克斯，最后九魔神老四出门。这把开局拿到花仙子门上，计划开九没开成，最后老五出门。这把金锅锅开局，第一个海克斯就拿到花仙子文章，那妥妥的九花仙子了，结果九花仙子一样让人暴揍，又是老五出门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都什么魔鬼质量，太离谱了。这把选的蝎之狂欢，中间拿到了潘多拉的备战池，结果手慢了，三星落没上去，让人直接给送走了。此时的我人已经麻了，输麻了，难道我的铲铲人生就只有失败吗？当我想要放弃卸载的时候，又一次迎来了曙光。开局冠冕，第一个海克斯直接给送来了金克斯和巴德，开局三蛋糕，这还有啥好说的，蛋糕2300层，再给一个冠冕，然后第一个铲子再拉一个铲子，直接三冠冕。第二个海克斯拿到了蛋糕专属击杀金币海克斯，第三个海克斯没拿到蛋糕文章，只能浪费一个铲子开溜蛋糕了。这一把全是蛋糕同行，不过没人追孙悟空，我早早的就递出来了三星孙悟空所选。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自从改版以后，所有人掉血都特别快，五杠二的时候才开六蛋糕，属实有点晚，不过质量够用。六杠五的时候又递出来一个铲子，可惜对手已经没血了，终于吃鸡了。虽然吃鸡很开心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失落，因为这把差点三冠冕彩蛋，如果开局给蛋糕文章，早早六蛋糕，城邦给一个冠冕，2300层给一个冠冕，自己递了两个铲子，这不妥妥的彩蛋。游戏如人生，哪能事事顺心皆如意，铲子虽然只是一个游戏，却能让我们体验到喜怒哀乐，体验另一个世界的我。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，不经历失败怎么能成功。回归主题，我发现玩铲子的人都是有顽强意志、不屈精神的新时代精英。工作学习累了的时候，铲上一把，放松心情，劳逸结合，非常不错。但是切勿沉迷游戏，加油，新时代的精英。